人只有在很有安全感的时候才会回归成孩子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四个给了彼此这种陪伴和安全感。做偶像刚开始的时候嘛，就是我会在意非常多，因为我笑起来其实不好看，就是会有褶子啊这一些，估计出来之后全程都是那种各种大表情啊大笑啊那种，我还是最自然的时候我是最好的。这附近啊好像有一个叫月亮湖的地方，然后那边应该也是观星的很好的地点，然后有很多野生动物在那边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。走吧。本期节目联合微博开启微博守护星计划互动玩法，多种议题、视频、活动等福利不定时派送。上微博参与节目讨论，观星团的牌面等你来守护。关注新浪娱乐与新浪综艺，追星星的人节目精彩内容早知道。上新华网搜索追星星的人，关注节目精彩故事。登录抖音搜索追星星的人话题，观看节目精彩短视频内容。来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追星星的人，关注热点资讯与精彩视频。打开百度百家号，观看追星星的人精彩内容。登录腾讯微视搜索追星星的人官方账号，关注节目精彩内容。感谢蓝天下官网、中国蓝 TV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咱们今天是不是可以看到星星了？我觉得可以。让我们看星星吧，爸！看星星一颗一颗，它是否隐藏颜色？想飞到外太空，寻找最亮的那颗阳光，传递着温热，心跟着夜变清澈。追星星的你不怕天黑，飞远的距离有你陪不会累，我们的秘密是流星划过微笑的痕迹，微光点亮我们的默契。我们先把灯都关掉，然后我们大家闭眼一分钟，在睁眼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满天的星星。哇，这好棒啊。好棒啊。追星星的你不怕天黑，最远的距离